第28题，将玉米粉堆放在一起时不易引燃，撒向空中分散时却会因为一点火花而剧烈燃烧，这是八仙乐园尘爆事件的主要原因。请问此事件中玉米粉会剧烈燃烧的主要原因为何？我们晓得八仙尘爆的原因就是这个玉米粉颗粒非常细小，总秒面积变得非常大，因此反应速率很快，这也是老师上课给各位做的示范。所以第28题问，请问此事件中玉米粉会剧烈燃烧的主要原因为何？我们答案选的是猪，反应物总表面积增加，反应变快。